OK， 宽度都正好，哇，穿的完全合身，完全合身。车子后来也给那个给我小姨子，因为她要在宜兰照顾我岳父岳母，干脆就让她去开，我们在台北也用不到。岳父岳母身体还好吗？都走了。也走了吗？都走了两，一个走了四年的，一个走两年。衔接的就不是很方便。